各位亲爱的兄弟姊妹，大家平安，我是罗东教会王延信牧师，欢迎咱大家做一收看《恩典悄悄话》这个节目。今天要跟咱做一分享的圣经则是《以赛亚书》25章第6节到12节，特别要透过两节的圣经节跟咱做一分享，第8节、第9节。圣经是安尼记载讲：又吞灭死无到永远，主耶和华要擦去众人面内的目屎，佮对普天的毒气，伊的百姓的见笑。因为这是耶和华讲的，到时人要讲，看，这是阮的上帝，阮兵所听候伊，伊要拯救阮，这是耶和华，阮的上帝，阮素来听候伊，伊要拯救阮，这是耶和华，阮的上帝，阮要因为伊的救恩来欢喜快乐。啊，这两节圣经在咧讲到，咱的生活实在是无可能讲无拄到困难。甚至有时有目屎，有时有艰苦。啊，咱面临这找找艰难困苦的时，咱的心实在讲起来，有时真困难啊去面对。啊，其实我想到台湾人的历史嘛是安尼，台湾人400年来啊面临真多这苦难，政权的交替，啊，找找这啊这啊无好的代志，在咱的中间来发生。啊，所以对于一些人来讲，甲台湾人嘛，小可同款，伊嘛面临真侪苦难，和真侪国家甲因占领，和啊人甲伊掠去做奴才，啊拄到真侪遮艰苦的代志。但是因所仰望的上帝是因的帮助，是因的瓦壳。也有其实，伊讲上帝要吞灭这个死魔，也有缘要和因啊在伫这个苦难的中间有笑容，有欢喜，因为上帝要做因的帮助。做因的瓦壳，上帝做因唯一会通来军队瓦壳的这个救助。在一切这代志中间，这无好的事，上帝拢要来给伊查到，上帝拢家己要给伊啊排除这所有的困难，和伊的百姓会通重新啊得到恩望。所以啊，在咱的生活中间，咱有缘要有这款的信心，也有缘有这款的啊对上帝这款的相信。就是伊的确要成就，即系一切好事，啊，要将一切好物拢来相属因。在因的生活中，在因所做所行，要成做因唯一的瓦壳，唯一的恩望甲帮衬。我唔知咱在咱的生活中，是不是有缘会拄到真侪艰苦、真侪困难？啊，咱可能掀开咱家族的历史，啊，是咱啊有真侪，即马有真侪少年人，在因的工作、在因的创业的过程，嘛有拄到真侪失败。拄着真侪艰苦啊！但是信用带予咱的，不是大富大贵，信用带予咱的是信心，是有迄个啊毅力、有愿望，予咱会通知影，咱会通靠着上帝，靠着咱的主，咱来开创一个新的未来。也对底下的百啊一切的百姓来讲，因的将来伫倒位，有时伊嘛唔知影，但是独独伫因的历史的内底，因无失落，就是对上帝瓦壳。抓到的上帝，知影上帝才是因唯一的瓦壳，因唯一的恩望。就因无论拄到偌大的艰苦，就甚至是国家的灭亡，因也无放弃。虽然看以色列人，因后来伫战后，搁一届重新起造因的国家。伫人认为无可能的事，伫迄个小小的这个土地顶端建立一个国家，甚至面临在附近的国家的挑战。到今仔日，依然因会通继续徛在。所以我相信，这对咱每一个信靠上帝人，嘛是足大的提醒甲鼓励。咱也瓦壳伊，苦啊大的困难，苦啊大的挑战，咱拢会通徛在。时间可能需要一段时啊真长的时间，但是咱若无放弃，咱若无失落这个信心，相信有一日，咱要看见上帝所成就的超过咱所求所想。这是上帝对咱的应允，也是对以色列人的应允。也有缘在历史的中间，伊真正就安尼来成就，所以咱会通来信靠，会通来瓦壳伊，伊是咱唯一的恩望，要带予咱真实的恩望的上帝。咱求上帝也安尼来帮助咱，引导咱，予咱经历这个有恩望的上帝，在咱生命中所做奇妙的代志，咱就是当心来祈祷。主，阮的上帝，阮多谢你，在阮人生处处困境。真侪困难的中间，你疼惜阮，你真侪阮的帮衬，你真侪阮的瓦壳，
你是阮唯一的恩望。所以阮诚多你的囝儿查某囝，阮是何等有福气。伫阮任何的这个情形，伫阮所拄到任何的挑战的中间，阮会通向你祈求，阮会通来挖靠你，会通信靠你，抓牢伫你的应允，予阮的人生充满着恩望。多谢你，你是享受阮恩望的上帝，也是阮伫阮人生路站唯一的挖靠。主啊，多谢你享受阮有你的平安，有你的恩望伫阮的心中，予阮突破阮人生的困境，走向你所欲祝福阮迄个光明的将来。多谢你，祈祷感谢，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，阿门。